那第一个呢，我会去介绍一下我们这门课程。我们这个课程从 Excel VBA 到 Python 的程式开发。那当然，你说哪个部分为主啊？其实当然以 Python 为主了。那 VBA 的话呢，我也会提到。也就是说，如果假设你以前有学过 Excel VBA 的经验，然后你要延伸到 Python，其实就比较简单一些些，因为我会用一些。可能以前你如果学过 VBA 的相关概念，如果你有 VBA 的概念，你再来学 Python，其实你会发现很多地方其实是一样的，只是呢，它换了一个叙述方法。OK，第二个的话呢，在VBA 里面有 Excel 可以放资料，但是 Python 里面没有 Excel，所以如果没有 Excel 的话，那该怎么做？所以这个地方的话，你就可以比较两个差异啦。当然，我们基本上并不是说，谁要取代谁，或谁比较优于谁的这部分，而我是希望说，因为一般我们在解决问题上面，不是说只靠单一个工具就可以完成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会截长补短啊，比如说哪个部分程式比较 OK 的，那我就会用那个。程式去解决，比如说我们经常用到的是 Excel，那有的时候大部分干脆我就直接在VBA 里面这个撰写程式就好了嘛。OK，那当然有些地方如果不行的话，或者是 Python 这部分特别强大，那我也可以怎么样？我也可以利用那个这个 Python 写好的程式再汇出来给 Excel 来用，两边可以互相截长补短，因为当然呢，在开放程度来看Python 真的优于那个 VBA。另外的话，在 Python 后续的那个像 AI 的部分，像机器学习跟深度学习那当然 Python 也是它的优点。还有像网络爬虫，Python 也是有部分其实当然比较 OK 一点。所以我们可以怎么样，把 Python 做完的东西丢到丢给 Excel 再去做后续的，等于是有点像互相就是接力赛一样嘛，对不对因为好处是说很多地方在制作资料交换大概还是会习惯用 Excel 啦。所以如果你假设是这样的开发习惯的话，那其实可以用这种模式去做这个工具的使用。当然呢，也不见只是限制单一个啦，你可以多重的多个工具，像除了 VBA 之外，Python 其实如果有 Power BI 或者是 R 啦等等，其实可以把它加进来用。OK 都可以汇整的。那只是说看哪个工具你会觉得是比较 OK 的那我们这个课程的话，大概说一下第一，待会我会讲一下，就是我自己是谁。那当然应该大部分同学应该都知道我只是说简单再介绍一下。那参考书目有哪一些？可能如果除了上课会用到讲义之外那可能我还是建议各位有时间的话可能还是去阅读相关的书籍啦。那这个当然也不是非必要的。因为坊间的书籍大部分都参考书啦，就是我是建议你可能有问题再去翻阅它吧，不然的话有的时候说真的，电脑书买来大部分放着，放到过期了，有没有？版本又新的，旧的又没有用了，感觉其实还蛮浪费的。所以多半我的习惯是什么？我当然会一段时间就去书店去翻一翻。那因为我对那个这方面其实都有一定的熟悉程度了，所以我大概把那个我需要的部分先把它阅读过。对，那除非真的有必要再去找一下了，要不然也许看到什么样，我觉得比较特别的，那我回到家，我自己再把它怎么样，自己再把它练习一下，我大概就是那个地方有我要的东西，不然整本书买回来，其实第一个蛮贵的，第二个也蛮占空间的，你一段时间又没用到 OK 那再来的话呢，我们可能会分成大概底下的这八个单元。因为八周嘛，我预估是这样。第一周的话呢，就是什么，至少要学会什么，就是建制那个 Python 的开发环境，还有至少你要能够写出一些程式，并且做测试。所以今天的目标至少是这样，不过应该还蛮简单的，各位不用担心，真的非常简单。因为我已经把环境弄成懒人包了因为懒人包大家最喜欢的，为什么？因为根本什么事都不需要设定，你也不用去抓什么，因为。在坊间的书籍是叫我们去抓一些东西，然后安装，光安装就安装半个小时，不见得装得起来。那装完之后还要做很多的设定，而且装了什么你根本搞不清楚啊！而且我发现书里面叫我们装那些东西，我觉得真的不太必要，因为根本你不需要嘛，你不需要你干嘛装？它等于是说我今天只是一个简单的功能比如说可能只是要吃一个简单的东西，结果你给我一个百货公司、美食街。
不用啊，我就很想要吃一个简单的素食就好了，对哈、哦？那你干嘛给我那么多东西？所以你坊间书籍有没有？他给你那个套件啊，其实他道理就是有点像给你一个美食街啦。OK， 那当然呢也没错啊、哦，让你去挑。可是问题你根本用不到，反而增加你电脑的那个、啊、就是空间跟那个执行的效率。因为而且他现在的套件怎么越装越大啊 ？OK， 我真的没办法想，没办法理解。所以哦，我们给各位懒人包哈、哦，大概只有100多枚，解压缩出来好像才200多枚，还蛮环保的。然后呢，我们课程需要用到的功能都够了 ，OK 哈、哦，尽量越简单越好。所以我的上课尽量是希望走那个极简风啦 ，OK。那程式的话呢，也是尽量越简单越好。所以我的程式务求就是哦，第一个程式越短越好，第二个哈、哦、逻辑越简单越好。对，反正就是我如果自己都看不懂，都无法理解的，那我就不要这样写，不然的话，我看我写出来大家也看不懂，对哈、哦，那当然也就不是好的程式了。我的理解是这样啦 ，OK， 因为我觉得程式不是说我们要走学术啦，啊，我们是务求就是说能够马上赶快学会，赶快真的能够派上用场，不然的话说真的你要去彻底研究啊，我跟你讲，你三年五载是绝对你根本没办法这个。完全学会啦，更不要说你要能够用在工作上，那真的是不可能的事情。OK 哈、哦，那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有基本语法，那基本语法部分的话，当然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程式里面最基本的哈、哦，一定会有变数，有没有？那变数的部分的话，当然也跟那个其他语言一样 ，VBA 里面有变数啦。那一般当然最常遇到的就是说，哎，到底这个变数里面是要放数字？还是要放文字，有没有啊？数字跟文字是不一样的哦。哪怕你今天是一个五，对不对哈、哦？那你如果前后加双引号哦，跟这个五哦，它在程式里面就是不一样的东西。OK， 好、哦，那所以哦，要怎么样把这个跟这个做区隔，文字跟数字做区隔？第二个的话呢，你也可以转型，这个转这个的话，那你可以用一个函数叫 str， 其实就 string 嘛，哈、哦。那如果这个转这个的话呢，猜应该可以猜出来吧，这个是数字嘛，数字的话呢在那个这个程式里面最常用 int 嘛，有没有，这个应该有概念，这个转过，这个转这个的话呢，那就是 str， 这个转过来就 int， OK、哦、那另外还有一种哦，如果这个、哦、后面还有小数点，比如说我 5.2 的话，这个就INT 是整数啊，如果你 INT 那点二会不见，所以如果你要把点二留下来的话，记得另外有一个叫 float， F L O A T， 哦，浮点哦， OK， 也就是说呢，数字里面还有分成整数跟有小数点的，有没有？ OK，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特别小心，大概就是这样子，基本语法就变数里面的形态，你只要能够掌握的话，那基本上、哦、你就比较不会出现 bug 了，应该可以听懂我的意思啦，所以我尽量讲最重要的部分。当然呢 ，Python 里面的形态不是只有这些，可是这些确实最重要的，你先掌握。好、哦，那大概观念如果有的话，哎，后面就比较简单了。OK， 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吧？哈、哦，所以、哦、我们就是基本上基本语法，后面我还会再讲一下有关这个变数的形态等等的哈。哦，那另外的话，结构控制，什么结构控制呢？基本上是逻辑啦，逻辑的话有 if 嘛，对哈，哎，这个应该没问题吧？那如果说呢，你还有 true 就执行后面的，那反之的话就 else， 这个 else 有没有？哎，其实你会发现跟那个 VBA 一模一样。那如果中间还有的话呢，那你就是在 VBA 里面叫 else if， 对不对哈？叫 else if， 可是在那个 Python 里面它没写那么长，它说一下EL 就好了 ，ELF， 也就是说在那个 Python 里面它的语法就是不是 else if， VBA 是要全部，那它就是简称叫 ELIF，OK，、okay， 等于是少打两个单字，就是这边 VBA 是要多一个 SE 啦，那在那个 Python 里面呢，就是叫 ELF， 一直 ELF， 所以你有很多层的话，一直下去就对了，大概就这样子。有没有？所以你以前、啊、如果有学过 VBA 的人、哦、那当然这个地方就延续下去就 OK， 因为说真的啊，根本就一样的东西，只是说换一个名称，
哦，那当然呢，对我们来说哦，以后如果两边程式要互相改写都没有问题啦，只是说把那个语法稍微改变一下。哦 ，OK， 好，那另外的话呢，再来就是什么？再来就是回圈的，有没有？回圈的话，在 VBA 里面常用那个 for 回圈，有没有 ？for i 等于的那个什么哪一个到哪一个啊？它在 VBA 啊，在 Python 里面叫 for i， 后面就是不是哪一个、哦，它是一个 range。所以 for i in range， 它后面的话会 in 什么呢？后面用一个函数叫 range， 好 ，range 的话呢，在 VBA 里面是范围，那在 VBA 里面叫范围物件，那这边的话呢是范围函数，这个函数就是帮你产生一个范围的数字 ，OK， 比如说1到100，那你就一，如果1到100的话就是刮胡哈，后面一逗点哦，就不是100而是101。因为它是执行到101停下来的意思哦 ，OK， 所以后面也会讲。那如果你之前有写过回圈，那你应该就会了。那、啊、除了 for 回圈之外，哦，还有一个叫while回圈。不过在那个我们 VBA 我比较少讲到这一个啦，哦，不过在 Python 顺便讲一下啦，其实在 VBA 里面叫 do while 啦，哇，其实作用差不了多少 ，OK 哈、哦。那只是说呢，跟 for 回圈最大不一样是。for 回圈呢，里面是一定是一个范围 ，OK， 是执行哪个范围到哪一个范围。那 do while 回圈后面是一个条件，也就是说，当那个条件为 true 的时候，后面有个逻辑哦 ，OK， 如果那个为 true 那就做，如果为 false 那就离开回圈就不要做了 ，OK， 反正一直做 ，OK， 当它后面那个条件哦为 false 的话，那后面我们会举实际案例哦，那你大概知道一下就 OK 了。那其他的话还有就是所谓的自定函数，哦 ，function 啊，在 VBA 里面也有所谓的 function。那 function 的话呢，哎，那有几个啦？其实在，在VBA 里面呢，所谓的在 Python 里面的所谓的自定函数啊，其实在 VBA 的概念就是 sub 跟那个 function 啊、哦、，VBA 里面是 sub 跟 function 嘛。可是实际上哦，在那个 Python 里面哦就没有分两个。它的区别就是说有回传值跟没有回传值，啊，其实道理一样嘛。Sub 有没有回传值？没有，有没有？按按钮做完就算了。那 function 的话呢，有没有回传值？有，它会 return 结果给你。所以道理其实差不多、哦，在 VBA 里面哦，这个自定函数哦，这个我们后面也会讲。那以此类推啦，底下还有蛮多的哈、哦，还有包含什么？除了刚刚讲的数字啦、文字之外，还有串列。什么叫串列啊？串列就是放多个资料，也就是说你将来如果很多资料从网络上啊，从资料库、从档案、外部资料，它可能不止一个资料，那你要放很多资料的话，你可以放在串列。OK， 那如果拿那个 Excel 来类比的话，所谓的串列哦 ，Excel 里面就是一整栏的资料了。哎，因为 Excel 好处就是它已经都开给你了啦，所以 Excel 好处就是哦，你根本不用去管这些。但是在 Python 里面哦，因为它没有 Excel。可以放资料嘛，所以呢，这个你就要自己去定义 ，OK， 所以你变成说，你将来啊、哦，如果你要放大量资料，比如说从资料库捞资料过来的话，那你就要建一个串列 ，OK 哈、哦，然后还有字典，字典的话呢，就是 key value 啦，它这个将来我们会再提到，哦，有个 key， 有个 value， 但有点像两个栏位，一个栏位就 key， 一个栏位就 value，OK、okay、哈、哦。然后还有档案，哎，外部档案怎么抓进来？比如说外部有一些 TST。或者是 CSV， 或者是其他 XML 啊、JSON 等等的，哎，那我怎么把它读进来？读进来之后处理，处理完之后呢，存档，存档存哪里？存资料库。OK， 哎，资料库档案放资料，资料库也可以从资料库存档转成档案，都可以啦。OK， 所以哦，这个地方其实应用上，当然以实际上应用比较多的哦，还是把它放资料库。有没有？所以呢，哎，要怎么样快速呢？在 Python 里面处理资料库的问题，那你想说，那老师你以前那个 VBA 课程哦，为什么都没有特别讲啊资料库啊？其实主要原因是因为 Excel 本身就是资料库了，所以呢哈、哦，我们可以不用舍近求远嘛，反正你本身就有了嘛，你干嘛还要特别还要再去使用那个外部的资料库？除非说你的资料量大于100多万笔，像 Excel 单个工作表最多的。列数啊，好有没有？就是最下面1048576，就在104万多笔。所以如果你超过这个数字啊，哦，我是建议你就用资料库吧，
这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呢，如果你的执行效率哦，像有的同学说哦，老师你执行怎么那么慢，对不对哈？那你该用资料库啊，因为资料库就比较不会有这个问题了。哦，所以当然就可能还是要视情况而定的啊，因为有的时候其实说真的，你处理一个问题哦，并不是说你用单一个方法解决问题啊、就 OK 了，要视情况而决定嘛。OK。哦，比如说你今天要搬东西好了，你明明只是一个箱子两个箱子，你拿过去就好了嘛，简单就好了。但是如果你今天是要搬家，搬整个家了，当然你不可能说你就用人工嘛，一个人，你可能要叫搬家公司嘛。对，那如果说中间的话，比如说哎几箱多一点的话，你可以骑个摩托车嘛，放不就 OK 了？哦，啊、如果再多一点再私家车嘛，那、啊、当然你就可以自己取舍一下。所以有的时候为什么你要多学 Excel、哦、像、其他像、像 Python 或者是其他 R 啦、啊、或者是像、Power BI， 因为它各自都有各自的强项哦，所以你学习工具哦应该要有个概念，就是说到底学这个工具要做什么，它的强项在哪里哦、你不要说呢你学一个工具要通吃，绝对不可能的，然后可能一个工具通吃没有啦。那只是说呢，目前以现阶段来看呢，我是觉得 Excel 它的好处是方便，而且好像该有都有了，对不对哈？然后也没什么挑剔，最要挑剔可能就要花钱买嘛，对不对哈？那 Python 的话就比较没这个问题，就不用花钱，免费的，这也是大家最喜欢的嘛。OK， 因为免费嘛，所以以后如果老板说啊，要做什么事情，要买软体，他说干嘛买软体？会不要买软体，不要买，不要花钱。哦啊，不要花钱，可是要把问题解决出来的话，那可能你就要去帮他把程式写出来了。哦，他说啊，你不是有学过 Python 吗？你把 Python 的程式写出来比较好了，我们就不用买这个软体了，对不对？那省下来了。对，我请你来，对哈、哦，主要是要请你帮我省钱的，不是来帮我花钱的，对哈、哦。老板觉得哎，这请你就有价值了，对，哇，你这所有的这个哇效率都非常高。所有东西都可以，以前用人工的，哇，现在你都不用哎、欸，你所有程式都，而且它自动时间到自动执行，该多好哈。好，那再来后面的话就是，可能第五个单元就是再去抓网络资料了，所以我们可能上面这个部分算入门，后面的部分呢可能就算进阶了。那进阶部分的话就是如果网络爬虫哈，大概不外乎就抓 CSV 这个最大宗。其次是 XML 跟 JSON， 哎，那怎么样？如果像那个网络的资料，人家已经放网络上，你怎么把它抓回来，然后做后续处理，甚至是丢到资料库里面去，或甚至怎么样？后续还可以绘制成图表，用那个 Matplotlib 这个套件哦，直接帮你绘制图表 ，OK， 做成视觉化的结果，或者是把它丢到 MySQL 里面，或者直接用 Excel 输出啊、哦。不过后续的话哦。当然难度就比较高一些些啦，不过我是觉得啊，就是这些都是从基本慢慢衍生出来的东西 ，OK 哈、哦，所以我们按部就班呢，大概后面的话会慢慢跟各位做一个介绍哈、哦，大概是这样子，哦，应该有个方向嘛哈、哦，啊，其实说真的，底下这些东西哈、哦，像这些哈、哦，其实你说 Excel 能不能做到 ，Excel 都能做到，像绘制图表有没有视觉化？你这画图表还不是很简单，滑鼠点两下，有没有选一选资料，我就把图画出来。只是差别在哪里？差别就是说哈，如果你要大量绘制的话，有没有？比如说你、每天捞很多资料，快速要产生报表跟图表的话，那当然呢，你如果用 Excel 就变成人工，一直点，一直点，慢慢点，有没有？啊，人家可能要一下子马上把所有的图报表都做完，结果你。做到下班都做不完，可是人家只是一执行程式全部都有了，那简直相差十万八千里嘛。那以后那我老板我是老板的话，那我宁可找一个有没有会写程式的嘛，因为他基本上第一个时间有效率，第二个哈、哦、他其实一整天可以做非常多的东西，他不用说哎这个事情要做到下班都还做不完，他加班。对啊，所以未来我觉得企业用人的时候啊，一定会有考量，说你是不是具备有这个程式撰写相关能力。那具备要哪些程式撰写能力呢？但最好啦，基本现在好像被要求，可能至少就 Excel 的 VBA， 因为最
直缺嘛哈，然后其次可能就是 Python 了。之前可能 R 有一段时间还蛮热门的，但是慢慢好像这个热门的感觉慢慢有些消退了。OK 哈，但不过我只是跟各位讲一个趋势哈。好，那再来的话呢，我们来看一下啊，刚刚讲一个啊大个方向。那另外的话呢，像我自己本身哈，其实因为长久以来我会来教这个课哦，其实主要也是因为分享了一些网络文章啦。最早其实我并不是说我来求职的，而是说因为我在网络上放了太多东西了，所以各单位像这边推广部就找我说，哎，老师你愿不愿意来这边上个课，哪个课，因为我分享很多 VBA， 他说老师你要不要开个 VBA 的相关课程，我想想哎也 OK， 所以因为这样的关系来这边开了大概有快30期了吧。OK 哈，也是因为这样啊，其他也是大概都这样啦，所以大部分我会在各单位上课啊，大部分都是被动的哦，因为人家看到我的东西，然后觉得还不错，所以呢就找到我了。所以像现在很多的机会啦哈，都是大概是这样。所以你在网络上 Google 我，应该很容易可以 Google 到我。如果你 Google 吴老师的关键字哦，目前好像还是排第一，还排第二吧，因为有的时候排第一，有的排第二。因为跟另外有一个老师，他也叫吴老师，可是他是教麻将的，教打麻将的，那这我就没有办法，我觉得输给他我觉得应该也没什么话讲了。 OK， 因为学麻将的应该会不会比城市的还多呢、哦、当然就不知道了、哦、不过常常有同学说老师啊，老师你怎么要掉到第二名的、哦、那赶快、哦、那可能要请大家帮忙，也不用了。 OK， 好，我只是说比较好找到我的东西、哦，那之前的话当然也有教过像手机的 APP 等等的，也是有 VBA 啦或者是 Python 等等的、哦、其实也都很容易找到我的东西。那除了 Google 之外的话， YouTube 上找到的东西更多，像我 YouTube 上面放的影片数量、哦超过10000个，所以其实说真的要在网络上、哦、找不到我的东西应该是很困难的、甚至我之前有试过学生说、哦、老师某些关键字、哦、都被你洗版了，因为哈，这从第一页到第十页啊，找不到别的老师的教学影片的，都是你的影片的。OK， 哎，这感觉好像是好是坏的哈。不过当然也是，我也不是刻意要这样做的，只是说我只要上课我就把它录下来，那我就做一做的话，我就做了十几年了。因为 YouTube 是2006年开始嘛，我就2006年开始，我就只要上课我就录影，上课录影啊，这样的事情我已经做了至少14年。但是在 YouTube 还没出来之前，其实前面还有别的平台 ，OK， 所以我已经做了十几年了。那因为这样累积的影片数量哦，也超过好几万个了 ，OK 哈、哦，所以我从年轻啊、哦，而且那时候其实还有把我自己录进来哦，所以如果你在看以前的影片的话，或许可以看到我稍微年轻时候的那个哈、哦、画面哈。哦，那为什么要学习这些东西啦？我刚刚讲了，除了说企业当然自动化、智慧化的需求之外，其实未来的新科技也都跟着有关系啦。其实应该大家都知道 AI 每天都在讲 AI， 而且像现在台湾股市又创新高，然后台积电又是涨翻天的，所以那个 AI 相关的概念股哦，像 AI 的半导体晶片哦，哇，也是真的涨翻了。所以说真的这一波、啊、能够延续多久不知道，但一定会持续下去的。而且刚好台湾的疫情掌握得非常好，所以因为这样关系、啊、大家可以很算是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啊。其他的话还有像 Big Data， 这个也没什么话， Big Data 巨量资料的处理、啊、也已经热很久了，所以这之间会互相关系，有互相关系，像 Cloud 也是很久了，有没有一波一波像相关的人脸辨识，或者是一些车牌辨识，或者是一些电动车的什么相关的辨识，也都这种感测、哦、也是像电动车也这样，光这些东西、哦、其实未来都主导了 未来的这个趋势走向、啊、所以如果你会这些东西的话，那相对的、哦、以后呢你不怕没有工作了，因为这些东西都跟城市有关，有没有？那台湾的优势在半导体硬体上面，那如果你可以再把软体上面也可以加上去，哇，那真的是没有什么太。还有另外一个叫 FinTech，A 到 F， 有没有 ？FinTech 是金融科技啦，所以现在我遇到很多哈、哦、来学这个 Python 的，大部分都跟金融业有关的，也就是现在金融业的分析师哦，假如你不会这个 Python 或 VBA 的话，
应该是很难混的 ，OK 哦，而且甚至会的要更多哦 ，OK。那我自己的简介啦，这个大概重点，因为我写了上千篇的文章，然后 Google 哦，那 YouTube 上面的话，我目前订阅人数大概3.3K 哈，就三万多了哈，然后我曾经有那个创业的经验哈，5年的执行长的经验，然后也拿过那个经济部的杰出创业楷模的奖项哈，然后目前的话呢，除了在推广部这边上课之外啊，其实像台师大啊、东吴、原智啊，也有教一些类似的相关课程哦，然后其他的话啊，大概就这些哈，各个单位，另外还有在企业啊，也有上一些课啦，反正就是到处上，因为我是这样啦，我大部分课都是被动的，人家找我，我觉得 OK 我就去，如果不 OK 呢，我就把它婉拒掉了 ，OK 哈、哦，好，那再来的话，在中央大学上过课，好、哦，然后拿过一些奖项啊，这个其实也大概秀一下而已的哈、哦，像文大给我那个趋势先锋的奖项。那我的证照大概超过30张，最近拿到那个像 Power BI 的，像那个 Python 的那个爬虫跟那个 Python 的相关证照，所以如果你想取得的话，也许我可以提供给你一些经验啊、哦，这些相关证照。那你说证照能够做什么？这是同学上课的照片，那题目大概这些啦，其实也是我们可能后面要上的啊、哦，证照考啊，考试大概就这样，它是云端马上评分。如果你绿灯的表示你就通过了，那总共有9题，你只要对个6-7题大概就通过了、哦、不一定要全部都会、哦、然后及格分数70分、哦、其他这个 我的频道、哦、那我也担任过 证照的那个评审委员、哦、然后审题命题委员。那参考书目的话呢，当然我之前是蛮推这一本啊，因为目前最简单的是叫 Python 的初学特性班，而且它已经出到不晓得第几版了，它这个已经卖得相当好、哦、只是说呢，这个书、哦、就我刚跟各位讲的，它光第一个单元就安装环境就安装了半天了 OK， 所以我上课的部分呢，通常就是我用比较简单的方式，我们就可以把它赶快先搞定、哦、那环境的部分的话，我不建议你用那个方法。那为什么学 Python 呢？大概、哦、你说比起 Java， 哇，那真的是简单太多了、哦、为什么？因为、哦、很多东西大括弧都不用写了，所以、哦、而且宣告的时候呢，不用先宣告变数，直接就可以、不用宣告，你第一次使用的时候，那变数你丢什么给它，它就什么形态了，跟 VBA、哦、基本上是一样的概念，所以不用宣告。因为我发现、哦、他们有的时候都有意互相好像英雄所见略同吧 ，OK 哈、哦，然后其他的话当然排名在越来越高了，这当然就不用再多说了哈、哦。那所以呢，待会的话呢，我们就第一个部分先来完成所谓的建制 Python 的开发环境，好、哦，然后呢撰写一些简单的程式啊、哦、做测试，再来就是基本语法结构控制。所以今天也许先把两个单元先搞定，好、哦，那所以呢，待会请各位呢先到云端上面。找到那个安装环境懒人包里面、哦、把这个先下载、哦、下载的话按右键下载也可以，它档案大概169、哦、然后你把它下载之后、哦、我是建议呢，你可以先把下载的东西、哦、先把它放到低碟，你看一下我们电脑里面 有低碟、哦、或者你将来回到家如果你要练习的话，请你把下载的这个东西先放到低碟，或者直接解压缩到低碟都可以。是什么？欸、要注册吗？直接我先把它搬哈，搬到低碟好了，先移动到低碟，然后呢，在低碟底下把它解压缩、欸。那如果不用这个解的话，是还可以用它内建的？还是我直接打开，用档案总管？哦、啊，记得就是把它解压缩就好，因为我不知道这边电脑是它装的时候啊，直接就把它拉出来解出来就可以了，直接拖拉到外面就可以了，哦，这样子，哦，啊，解出来的话呢，哦，就是反正呢，只要有个资料夹叫 Python 384，哦，啊，至于呢，待会要怎么去使用它，那我待会会再跟各位做说明，来，画面先还给各位哈，试一下哦。